是的。那么今天看到林恩如此的打扮，请问你是要这个啊，那个害我们的蛙人弟兄们血脉喷张？没有，今天走健康路线啊。今天走健康路线，刚刚我们偷偷有先瞄一下，我们蛙人弟兄在那边好像已经举起挺要准备要做抢滩的动作了。是是是，看了心里面有没有什么感想？很帅啊，很帅，对不对？而且汗臭很好。女生果然就只是直接看到人家的人鱼线啊，马甲线什么线，我跟你讲，他们的身材不是用人鱼线、马甲线可以形容，是纵贯线、经纬线，每一格都分得清清楚楚，还可以玩紧致游戏，对，厉害了！待会让他们好好的操演，因为今天天气蛮热的，是不要让他们待久。好，而且各位，我们以为像林恩这样子看起来纤细的女子，她跟蛙人两个字扯不上关系。你有想要当蛙人过吗？没有想过。没有想过吗？但是竟然有两位巾帼不让须眉，现在就在你们的左后方，在我们的斑马线的正对面，看到了，就是我们登陆小艇上面竟然还有两位女蛙人，怎么样，惊讶了吗？很厉害哦。很厉害，对不对？那么现在啊，我们就话不多说，请我们的媒体大哥大姐朋友们好不好，将我们的镜头全部拿起来，就好像我们军人的枪杆子一样，瞄准我们这么经典的画面。在我们Stop!